个有外传说这个蛋价是会休蛋销会休市这样子。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所谓的休市是一个假议题，因为整个鸡蛋的交易呢，每天我们的蛋鸡场都会有鸡蛋的生产，然后在各地都会经过各式各样的通路在交易进行。它不像我们的肉品的批发市场，或者是像屠宰场，或者是像蔬菜，或者是我们的水果的这种批发市场，所以它每天都有在交易。那我想比较重要的是，不需要特别针对所谓的休市或蛋价的议题来炒作，这个反而会造成另外一波的这个蛋的恐慌的议题。那我们现在全力的来透过进口来调度，也跟各位报告，三月底前绝对会超过700万颗，四月会更多。那我们的国内的整个鸡蛋的生产数量，比如说产蛋鸡呢，已经提升到3100万只。那我们陆续到五月中旬会回到3400万或3500万只的产蛋鸡，这样的国内的生产供应就会更稳定。那所以农委会像蛋商他们这边有讲说，好像有些想要涨价，结果好像疑似有官方施压，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每次都不断的在重演这样的剧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我已经特别强调过，透过蛋价的议题的炒作，不止没办法解决问题，反而是更造成恐慌。这个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完全无法接受。那我要更特别强调的是，蛋价本来就有一个机制，蛋商跟蛋农团体，他们透过蛋价的机制委员会去讨论的决定呢，我们都是完全的尊重。我已经要求所有的同仁，我们不会来接他们的电话，我们所提供的产销资讯会直接对外界来做说明，所以不需再针对这个议题做任何的炒作。而且我要特别强调，现在的产地农民的鸡蛋的价格，我想有些已经超过原来的报盘价。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何还要再讨论这个所谓的报盘价格的调整？那这样的议题如同刚刚所谓的休市的议题一样，我觉得不需要特意的再针对这个议题做炒作。所以假如说就是蛋商他们不再公告这个牌价的部分的话，等于说民众还是可以买得到蛋，只是说价钱就会回归市场机制，可能会比较高，是这样。这个不是所有的蛋农蛋商以及大家希望按照的市场机制在进行吗？那现在就是在进行当中。所以它国内的蛋的市场价有出现一些波动比较乱一点，农委会有什么办法吗？还是有什么单位可以管？我想行政院跨部会每个礼拜都有好几次的会议，那公平会、保护部跟我们的相关的消保团体都会针对如果有所谓的囤蛋或者是联合的操纵甚至哄抬价格，那都已经在全台各地进行调查当中。我们希望的是一个稳定的产销的这个秩序。那现在我们透过进口的鸡蛋进来以后，我想这样的秩序就会更稳定，再加上现在禽流感的疫情已经减缓，天气的气候因素也逐渐的回稳，所以国内产能上来之后，我想这样的一个产销资讯会更稳定。那所以跟全国的消费者报告，后续的这个鸡蛋的供应，不管从我们的生产、我们的库存跟进口的调度，会非常的顺利。各位现场的长官贵宾，我们记者会将在3分钟后即将开始了。我们要有请我们在座的所有长官贵宾，请速入座，也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尽快就定位。我刚刚已经有特别提到，这个休市是一个假议题。那如果有任何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交易不依照原来的规定进行，我想都会有相关市场上他们买卖双方的契约在进行。农委会的责任就是让整个鸡蛋的产销资讯回到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让我们的蛋农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好的合理的利润底下来提供给全国的各式各样的这一个通路。那农委会也会预备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来作为因应。是，那我们会想要推出这个60块便当。
这个议题最重要了。我们不是要尊重市场机制吗？所以尊重市场机制的时候，各位应该有发现我们物价有在上涨。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的价格在两年前每台斤23块，现在的盘价是45.5块，那在产地交易甚至高比这一个价格还高。可是因为物价上涨之后，我们有些的消费者会受到影响。那我想各位大概也知道，受影响的消费者可能会是在比如说所得20%或40%底下，或者是一些年轻族群薪水比较偏低。我们去年推出来的幸福餐盒广受好评，尤其是我要非常感谢许多的公益团体，像我们今天所在的辉高的庇护工厂、我们的喜安乐、我们的胜利厨房等，他们帮我们制作便当，那农委会提供食材给全国所有的消费者。所以在这里跟各位报告，那第一波呢，在2月20日到现在，就是我刚所提到的这些公益团体帮我们制作便当，每个礼拜1000份。可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全年在家乐福全面的提供各8000份，所以总共会有17000份的幸福餐盒，在我们的双北地区来开始以60块的这样的价格来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那只要特别预算一通过，我们4月开始一个礼拜要提供10万个餐盒给所有需要这一个用60块，而且都吃到的都是国产。主菜呢，绝对会是像我们的畜产品或者是水产品来提供，蔬菜米也都是由我们农委会来提供这些的食材，那也让公益团体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也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享受到高品质的农产品，而且是一定的价格。我们不止这样，我们在农村也积极的送暖，我们在农会农村社区超过300多个据点提供供餐跟送餐。在这里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只要在我们的农业农村渔村，我们不会让每一个人有挨饿，只要吃不饱直接到我刚刚所提到的农会跟农村社区的绿色照护站，我们会全力的来供应所有消费者所需要的粮食安全的营养的成分。好，谢谢。